来，兽医看牛来了。给他弄出来呀！要你这边咋的呀？我妈把着点。看上没有？看上掉也掉了。关键不活血，看看这，看这粑粑。啊，消化不好吧？那要大成，大成，哎，大成，你看这个粑粑还行。粘的黄的有点消化不能太好。挺挺肚子。啊，大家是粘不着。哎呀，来接小牛，把它赶回院里，给它打针，打两瓶地流，打两个吊瓶，看看这两天怎么样。还搁那望呢。一会儿要扎针了，你瞅一下，真像小孩似的。哎，这白天还不爱回家呢，是不是值班回家打针了，不想回去？打完针就好了，还得人推你，就搁那打。快走快走，兽医在那给配药呢，配完药一会儿进屋打针。进去，快走。刚出去不一会儿又回来了。上炕给他铺上，正好搁那地方打吊瓶还得劲。放点放点。不是，这把扣上被绑了。他反正也没有劲儿了，瞅挺老实。他我发现这腿不好使，掉了准备扎针，掉了扎针，抽血都没有那么严重吗？哎呀妈呀，一发点两下，天天的铁喇叭接尿的，各屋里一个。听话啊！哎，这瓶这么多，量到我节目啊，谢谢了啊！这么多，这专门还得整个人拍他，还得码着他。还有两瓶三瓶，吃不吃发烧有毛病了哈。你那牛这牛不说了吗？肯定是发烧了，对的吧？你看这脑瓜子得瑟那牛，我发现怎么回事呢？他一个冷，再一个饿，我发现这个事儿。今天没上火，铺的那铺垫，第二天晚上下雨浇湿了。我昨天下雨，俺俩旁边下雨浇湿了，完事了那，那你就给他停，都给拍睡着了。啊，往下弄下。你看他后腿。哎呀，我就走了。外边那个，那他老往那边别呢，那腿。那酸的怕。嗯。哎呀妈呀，喝醉了似的。嗯。我给你来，我给你，我给你，对，那你我一手，我一寻思，手腕里一亮，咔就给打完针了，他们准备走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娜，兽医刚走，今天兽医来给打的针，说有点脱水，然后肚子还有腹水，给打了四瓶的吊瓶，完然后又扎了一个小针儿。今天打一天，明天打一天，看看怎么样。兽医说能打两天，就是行就行，不行也怕他活不了了。就是一直这样式的，体太弱了，然后可能是娘胎带下来就这样式的。哎，这一天这都伺候一个月了，一天都愁死人了。明天再打一天看看吧，看看怎么样。又出来了，兽医说不用让他老搁屋里，让他出来。没说不冷，今天这会儿阳光挺好的，晒晒衣裳，自己溜达走去。上门打这一回260，这打两天就得500来块，两天看看怎么样。现在几百也得打了，我估计打完这两针应该能好，瞅他还不是病的那么严重，但是兽医说的挺严重。谁知道到底咋回事啊？瞅着现在还行。
一天跟你操碎了心呢，你这家。人说了，人家记者上也说了。太操心了。就没有，就是那个。